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走，你们知道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叫嘉九，我绰号叫嘉九。你是嘉九？那我是龟龟。哦，还记得去年我们主持什么节目吗？好像叫做《综艺全家福》。那我们今天上来是要主持这个节目吗？是，我们新节目，新节目叫做《综艺接下来的幸福》。哇，那我们现在上来主持这个节目，那请问要干嘛？去年我讲一堆狗的笑话，不大家记得吗？记得吗？狗的笑话。那我今年就要讲猫的笑话。啊，猫的笑话，你确定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大家听的应该都烂了吧？对。那我们今天是要干嘛？我们是不是要来玩一点什么游戏？什么 game？ 去年我玩了什么？丑人向前冲。去年的丑人主角是谁？主角是蔡依林，各位还记得吗？那今年主角是谁呢？今年主角谁啊？两个字，让你们猜，两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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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什么？他说郑和。哦，不是郑和，不是郑和。他刚好像说出牌嘞。郑和。观众啊！哦，观众，观众，没错，没错。今年主角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，你们要再来帮我玩游戏。那我们现在要玩什么游戏呢？什么游戏呢？先不跟你们讲。我们需要四位志愿者，四位，四位，四位，哇塞！手举高，手举高，谁？那谁？来，下来，下来，来来来！华强澳洲女经验，澳女经验，华强经验，华强经验，华强澳洲女经验，请上台，快点，去坐。现在我要讲规则了，来，先说游戏叫什么？我们这游戏呢叫做资源前线。资源前线，没错。那谁是前线呢？谁就是前线？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下礼拜惩罚的怕？对啊。请问他支援谁啊？前线是谁？前线是谁？就是你们啊！不要怀疑。你们要支援他们？对，支援这两位啊。就这样问，笑得腼腆。好，讲一下规则吧。讲一下规则，就是呢，等一下我们会讨论，各组会讨论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会要求他们取得三样东西，他们就会冲下来跟你们要那三样东西，然后呢，先回来的就赢了。对，赢了当然有奖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啊，有点不便宜，但是还有点心意。对，有我的心意在啊。好，那我们对说三个东西。等一下，不能跳下去了，不能跳下去，太危险。那你们跳下去很贵。要走那个，记得。你们不能跳下去，那可以再坐下去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数到三。三。我数到三就从开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、二、二点五。三到我三，去去去去去！快快快！这位朋友怎么走的？这位朋友怎么走的？快快快！看来我们这位白衣服。白衣服去找人了，帽子拿来了，是不是有人在走动？快快快快快快！怎么还在慢慢聊天？他们已经回来了。
球迷都传上来啊！哇，我们赢了！哎，你们要什么？我要一位弟弟，弟弟，一副眼镜，跟一台手机，还有一台，他拿两台，是吧？哎，相公，资源都出了，好了，相公，哎，我们要的是相公，一个背包，一个眼镜，啊，两个眼镜吗？哎。怎么跟我刚刚讲不一样啊？哎，是我相公哎。啥？哎，那你们输了吗？我们输了。下去，下去。哦，我们下去吗？啊，对不起。那我没得过来。对不起。弟弟可以走，弟弟可以走。不要你的份。走。那有进化别人。你说谢谢我们。那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。我是李君彦，没错，吴同学、李同学，你们非常的强，第一名呢。带了点小奖品啊，助手，助手，助手，两份奖品来，快快快，就是你们慢吞吞。这两份呢，就是我很喜欢的草莓，这是草莓吗？草莓，这是草莓，硬糖。错吧，拜拜拜拜。我身体早上之后有可能，然后呢，他也不见了，那我就明年再见吧。